先，阿梁掌件，哎，阿弟，今晚晚上跟人够唔够？啊，我最少翻三零案，必须翻十几年纸一面喎。人生就系咁噶啦，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。正如我话斋，每一件事情咧，并唔会咁简单嘅，内里一定仲有真相啊嘛。你窒笑我一次得唔得啊？喂，听讲话你救命，我终于救咗你两次啊！你仲敢提？敢唔敢提啊？睇八十岁都要提啊！嘿，我表姐啫，忍你。好啦好啦，唔好嘈啦。咁你知人点样学？佢出紧嚟咯。咩啊咩啊？你上车先。哎，大哥，好多谢你哋啊！呢个医治嘅事，我同我太太一定好好心谂你。咁呢间厂咧？放心啊，我俾心机搞好佢噶，我会恢复我间嘅。再见。好，拜拜。拜。拜拜。啊，唔知嗰日又点咯？问下佢哋咯。Hello。我想通了的十年的感情不可以说放弃就放弃的，尤其是经过今次共患难，我以后会好珍惜的。我们都走了，有机会再见，拜拜拜拜。阿叔，我遇到了，喂，等一下，走走走。在这里祝福大家有一个幸福愉快的家庭，但幸福的家庭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，而回忆可以勾起一串串复仇的热望。你看复仇的火焰已经在这里燃烧了。打波啦，阿俊啊，阿光，哎呀，哇，有冇搞错你？有冇搞错？而家你打波系打人啊，又一次啦！我冇心噶，唔系特登噶。你冇心个场咁大啊，你打唔中打到我头。阿玲，你真系冇事啊嘛？冇事。嗱，佢话冇事噶啦。吓你啊！咩啊？呢啲皮咁厚啊！將上邊一個揾食嘅女人都頂得住啦！你咁肯就算我，我當係幫打。啊！咁啊咁啊，我驚啦！你有冇聽到？佢話要打我。嚇！你兩個喺埋一齊，梗係咁嘅喎。冇啊！我主持講嘅就係。嚇！你仲講嚟信唔信我？嚇！喂喂喂，好啦，你嘈夠未啊？個場都係差唔多夠鐘噶啦，一陣咧先長波，先咪親眼啊！冇話一意孤寒，唔請你哋啊！咩？先波仲有成十分鐘啊！你啊，請自己啊，輸咗你都要俾錢啊！我不嬲唔醒噶啦，你自己顾定自己先。咁行啦，哎唔系啦，今次打前场，我开波。唔使花心机啦，总言之咧，呢餐就你做 boss， 我讲过噶，边个塞最后一球咧，就边个请食啊。表姐，你唔系咁冇人情味啊嘛，我不嬲都觉得你系个义气仔女嚟噶。系啊，但系讲过嘢永远都算数喎。好，既然系咁，你都争翻我亲。幾時有啊？咩張張嗰次咯？唔知醜，你估你會攞得高分過我咩？唔信啊嘛，問舅父。咁諗得個問題，千祈唔好問我啊！今日咧，我係你舅父，你爹哋唔係得個師 ，OK？ 聽到未啊？總言之咧，你就唔使自然請食呢餐噶。咦，媽咪做咩啊？你個仔做咩親啊？唔係啊。咩係啊？先頭我見佢啊，追個波啊，追上氣唔接下氣，到依家佢都未信啊！在啲學生面前啊，使乜派型佢啫？嚇，乜老老聲咁難聽啫？唔係啊，媽咪你左眼多一條缺水紋啊，真係好割眼噶。缺水紋啫係嘛？又唔係魚尾紋。但係嗰日佢行公司啊，咪叫佢買嗰只 eye gel 嘅，貴啲咪貴啲咯。真係好割眼啊！嗯。哦，撥開啲頭髮先見得清楚，平時頭髮冚落嚟咁悠樣樣咁，唔係好覺啫。你兩個咪咁客氣啦，佢就連笑都唔敢噶啦。阿
你咁講我都有㗎。講一次嘛。呢個男仔幾細心條咧？應該話佢女朋友靚，佢先咁細心。喂，你講乜嘢啊？嗰只男女啊。Esther， 我嚟冇見到喎。Esther。哎，施總強。我嚟唔見喎。係啊，我嚟唔見啊。我哋喺嗰度啊。李先生。係啊，子豪。子豪，唔多謝你啦。我走先。拜拜。拜拜。舅父，乜你識人㗎？係啊。爹哋啊，係咪你以前學生嚟㗎？啊。我諗佢一定係校花啫。媽咪啊。是不是你跟爹地以前的師妹來的？我好熱啊，我沖過兩件衫先。爹地啊，媽咪做什麼？你知不知道先看敏感那個呢，是我中學和大學同學來的，即是你爹地的初戀情人。蛤？真不真啊？他頂多是28.9而已，什麼差那麼遠的？差那麼遠嗎？起碼我心境還是28.9，不要亂說話。死啦！我都唔知今次點樣氹翻媽咪啦。嚇！咁啊，你諗你啦，祝你好運喎。舅父以前剪頭髮過。睇落都幾好笑嗬。嗯。不過以前興啊。咦？爹哋同 Esther 都幾襯喎。嗯。哇！不過呢句説話擺心裏邊好啦。如果俾舅母聽到啊，不得了啊。呢度就係得我同你咋？你夠膽做鬼頭仔啦？睇心情咯，咁就。不過話住話，你睇 Esther 保養得幾好。你看爹地啊，他都不弱的，这张照片就是他看学校参加篮球比赛的，到现在还是很 fit 的。不过妈咪，哇，你说如果我黎敏以后可以好像 Esther 那样保养得又好又靓又温柔，是都不是对你啦，发梦梦早啊你。哎，是啦，我已经几个礼拜没见他了，你几时帮我约他出来啊？你都要人家有时间才得的，你估那个好像你那么得闲咩？咁即系咁啦，你俾佢个联络电话我自己约。唔得，你想陷我于不义啊？点知人哋中唔中意我俾个电话你啊？仲有啊，由头到尾咧，我就听你话中意人，我冇听过佢话中意你。咁起码佢唔会对我冇好感啊？哼，可以见得啊？哦，好似上次喺酒店咁，我约佢出去散步，佢都冇拒绝我。弊在啊，人哋话一齐缠住佢啊，推你都唔好意思咧。佢真系咁讲，你讲多次啊？你两口喺度做咩啊？出去食饭啊？记住啊，以后唔好再喺你阿妈、你舅母面前提 Esther 嘅事啊！嗰啲系以前嘅事，过咗去噶啦。其实你妈咪喺我识嗰阵咧，比 Esther 仲斯文大方噶。仲出嚟？你唔听我做乜做乜请啊？嚟啦，食饭啦。喂，嚟搵个电话。你又想啊？我知道，各位同事都很关心期中考试嘅成绩，所以今天我替他把考卷分发给大家。朱家恒、刘家伟。翁启雄、郑威龙、林学莹、叶荣杰，做咩老细啊？到派彩先识惊啊？施美玲、陈俊、黄玉兰、洪国华、林美玲、李素蕾。点啊你？今次实创新低点啊？都算是吧。各位同学，这次的考试成绩我相当满意，各位同学表现也很不错，不过其中陈俊同学那份考卷回答的最好，给我印象最深刻，所以我给他最高分。陈俊同学继续努力。 Thank you, Dr. C。 懒叻，都不知道有没有搞错，都温不够十个钟头书。你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咯，你今次一定要帮杨敏。哼，还有件事情我要宣布的，就从下学期开始，你们终于可以脱离我的魔掌，我的教籍将会由另外一位更加资深的professor来代替。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留你好，作为那么多年的同事又是朋友，我应该恭喜你找到一间那么大的银行做你的靠山。什么靠山啊？要不是有这本有关银行金融法律的书啊，我才不舍得放弃这份邮差去当什么法律研究顾问。好，那我就等你写完那本书回来。一言为定哦，不要到时候我来申请您说不聘请我。我最怕那时候你会不舍得那份高薪啊。走，我们去喝杯茶。好啊。其
季主任好 ，Dr. C 好。什么事 ？Dr. C 啊，我们全班同学都说要跟你送行，可是费用当然都归你了，因为你实在太对不起我们了。对了，你看辞职这么大的问题，你都没有提早跟我们讲。因为这个决定，我也考虑了很久。更何况前阵子大家忙着准备期中考试，我不想这件事情骚扰大家。好吧，那就这样子。为了平息我们的不安也好，不满也好，你就应该聊表心意吧。我支持你啊。好吧，大家到餐厅去，我请客。不，那我马上去看。好，等你。